我们今天来苗栗的响水别院，然后有蚂蚁，咦，嘿嘿，微微马上嗨，响水赏萤记，晚上要看导览。先进来，来，所以我妈还不回来。还没呀。我跟你说，走，我们走走走。从这边也可以，好。你们要从这边吗？嗯，好，我们从这边，很酷哦。耶、yeah ！咦，有室内拖哈？哦，有室内拖，好，很酷哦。哎、欸，里面好凉哦。参观房间，走 ，Go。我们今天住这里啊，我们就是住在这里、啊。对，这里是厨房。对，是厨房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吃火锅。再来是房间吧。房间。对，哎、欸，可以开。哎，哦，它是这样。你看，呜、哦。这个应该是我跟准准睡吧。嗯，应该不是，你们好像睡更大的。好，对。我们，呜、哦，这个，呜呼，呜呼。这里是大。这里都是三人房，对，这里是三人房，还有一间，还有一间，我看一下，203的，哦，这间比较大哎、欸，应该还有吧，我们再去另一边看，好，走，我们再去另一边看，应该还有，搞穿拖鞋出去也可以，对，这边还有啊，这个是206。呜呼哦哦，这个一个双人，这个是应该也是三人房哦，它好像很多都三人房，很漂亮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205是吗？这就是你们睡的啦，五人房，有没有？你们睡这边五人房，对对，你跟准准睡这边。哦，这里都是厕，这边是厕所。这个是厕所太大了。左二右一，他说左二右一是厕所。厕所哎。对，哇塞。哇塞哇塞，这厕所还有泡澡的，哇，弟弟你可以在这里泡澡哎、欸！你当比例尺怎么这么大？有三间厕所。好，我们再去看。好，再还有另外一间。好，再另外一间，耶！另外一间就没有浴缸。另外一间这就没有浴缸。这两间就没浴缸。对，这两间没有。弟弟，有电蚊拍。有电蚊拍。那下面还有遥控器。对。对，请问你要介绍吗？还有说卫生纸。小乔，请问你要介绍吗？嗨。我打开了。打开了。哦，外面那个马可以坐哎、欸。嗯。但是要换鞋鞋。嗯。对，你们要记得要把那个门关起来。悄悄。记得还是要把门关起来哈。好，还有交易厅哎、欸。哦哇哦，可以打麻将。对，老板说要把门关起来才不会有蚊子哦。这边又有一个画哎。哦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喂喂，吃水饺了。你看我点十颗水饺。你们找到我饼干藏哪里了吗？好，等一下再让你们找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找到了吗？妈咪，我刚去另外一间。你去另外一间，这么酷。那你有想说我不见了？对啊，就想说你怎么不见了？你没有跟我说。你们要先吃东西吗？好。妹妹要进去。妹妹要进去。我、哦？咦、嗯？开门，开门。好好，对对对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小孩版枕头大战，哎，不知道哎。哎，好。Ha ha ha!
你跟巧巧的表情超好笑。巧巧，巧巧，这么厉害！哦，下来了！哈哈你们，你们四个小 baby 要玩麻将吗？你问他，我们不是小 baby。你们他们会玩吗？你们可以假装玩啊。好，你们玩黑棋白棋。哎呦，乐乐也来了，乐乐也来了。乐乐你也来玩啦，乐乐的头给你。你拿那个小枕头。我们要来看萤火虫。好，回去就好了。嗨，建议大概十分钟后哦，好好好，十分钟后，好好好，十分钟后再去看，对对对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很多，火虫还在出吧？他还在准备出来，还在集结，还有要飞吗？你们四个小赌后哦，嗯。好，7:20哦。你们从小培养哦。嗯。一样的，对，一样一对的。然后幼虫啊，幼虫大概是它一生最长的时间大概是10个月，那10个月到蛹嘛哈，那到20天后就变成虫，那成虫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大概是1到2周的时间，它就是。他责任就去 交配啊，所以他会发光的目的就是他去求偶，好，或者说人家攻击他的话，好，就是说会 警告这样子。然后怎么样分辨是那个雄的还是雌的呢？就是男生或女生呢？好，那男生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眼睛比较大，体型比较小，那他有2节的发光器，嗯，就是说所以比较会亮的是。熊，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对，那他也比较喜欢飞来飞去。好，那如果是女生的话，就眼睛比较小，体型比较大，那不爱飞，而且他只有1节的发光器。好，这样子。所以女的话，她就是说比较停在树叶上，然后男的话就是会比较飞来飞去。好，那因为今天的话，我刚刚下去看，因为今天就是月亮比较亮嘛，哈。然后就是说他很会受天后的影响，如果天气比较冷或者下雨的话，他就不大会出来。那刚才看到是有一些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下去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小朋友的话要那跟着爸爸妈妈走哦，好，要牵着。很发这个给我们，可以看萤火虫。那一只坏掉了。有，那一只坏掉了吧？换一只。换一只。哇，手电筒是照路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再表演眼睛看，表演眼睛看。哎呦，照下面，照地板，不要照到人。对，这样才知道走哪里。那另外你可以拿着，你没有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些彩虹色，有一些红色了。那我们就走下去了。好，这个楼梯小心了。红色。对，因为不能用，要用红色，它才不会吓一跳。哎，那大家跟好啊哈，等一下走白色的路面。走白色的路面。我跟着星星啊，牵着你啊，你的灯漂亮。我不能用好。走，乔乔那个是照路的哦。阿咪猫哎，我们要走白白的路，乔乔你要照路哦，后面的人都靠你指路哦。这边有菜园，有一些啊。哦。有吗？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哎。有吗？有蛮多的吗？有，对，那边因为那边是我们
你们白天如果有来的话，也可以过去。你真的还蛮多的。嗯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早期的话，我们这边比较多哈。因为后来有一些建设，因为它有一些建设的话，就会就是会录不到。哎，有了有了。那它也不能有一些杀虫剂啊什么之类的。闪而过。嗯，真的。乔乔，你刚刚有看到萤火虫吗？有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上次看萤火虫的时候都在睡觉哎、欸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就是完全是野生的哈，天然没有经过富裕的。嗯，它前几天的话，真的这个路全部都是吗？哇！那你们白天如果早一点起来的话，也可以走这一条路。右边有吗？没有。园区有种一些那个油桐花，但最近那个。那对面山头也是都有油桐花。哦。那这边有一个那个大水沟旁边很多，就是说，哎呦，小乔那个是照地上的，看的时候要小心。在哪里？这边如果小朋友自己安全、欸、啊，就是你们如果手机很多吗？哇，看到哈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哇，很多哎、欸，对，目前这一区啊，还有下面那一区。那这边的话，小乔你有看到吗？你看围栏要注意安全、喔。萤火虫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你们看一下，拍不出来哎、欸，对，拍不出来，这边也有。哇，真的拍不出来哎、欸欸，有了有了有了有拍出来有拍出来的哎、欸，小心不要照了。小乔，你灯不要照过去，小乔。小乔，哎，右边是水沟啊，小心哦，右边不要太过去哦。你不要哇！没有。哦，小乔，你不要用那个，哎、欸，是哦、欸、哦，不要，对，提灯不要往那边哦。对，不要照他哦，他会吓一跳。哇，好多哎、欸，上面也有哎。现在目前就是有一些树木啊遮住。哦。哎、欸，你们看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侧边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不要，哎、欸，右边不要靠近哦。哎、欸，山坡上。不要哇，我们把手电筒关起来。来，那个小朋友跟着大人哦。下面那边还是。那个红色的孩子。我数不清、太多只，小乔你有没有看到啦？你之前都在睡觉哎、欸，多看几眼。不多啊？有吗？有。这整个都是哎、欸。哦，越来越多哎、欸。对啊。这样就看到很多了。对，但因为太亮。乐乐，你有看到吗？这边超多啊，有亮亮的，有没有很多亮亮？哇，好多亮亮。真正要吃掉，是一年的时间，一年叫妈妈放手，不行，放手吗？可以吗？好。它就会产卵，如果产卵就配，交配完就拍得到吗？我都觉得拍不到。有哎、欸，有拍到哎、欸。就是。我们悄悄悄再度哈气耶。悄悄就是哈气啊。对啊。有可能这个特别，他特别想睡。但这里已经很亮，上次一样那个真的很暗。对啊，那个完全看不到路的感觉。也有那个蝉的声音。对，对。哦，真的，这边都是哎。右边好多哟。好多哦，哇。它颜色跟那个不一样。跟上次不一样吗？一闪一闪。宜兰那个是绿色的啊。哦哦，对啦。宜兰是绿色的。哦，一闪一闪，颜色真的不一样。它宜兰有些颜色比较缤纷。好，那个老姐姐，我没照一下，他比较。
哦，这边都是白色的，这边都是。因为上面有灯啊，像没亮的灯，被我们打扰了。被网红拍不太到。女生比较亮，比较暗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他现在没有亮了。停在我的手上，真的假的？长得像蟑螂。刚刚很多，现在又没有，远远看很多。那这边就有三只，好可爱。比刚刚看起来就更，对对对。可是我觉得我们人潮还是有关系哦。人太少。因为刚刚我们来看说没那么多。对对。这样才看得到。对啊，人多它就会暗的。走走，回去。对，回去继续吃火锅。你有探险家精神。手电筒放哪里？这个篮子。这边这边来，小乔放回去。关掉。对，要关起来。好，走，进去吃饭饭。你看那只壁虎有多肥！哇哇！哇塞，你抓这一只好了啦！我姐姐，你在这边。被他撞尾了。不行，它断掉了。过来过来。断尾求生。哇！肥的那个，把它尾巴再长出来，对对对，又长出来。哇！哇！噔噔，火锅。这一下就起床了。乐乐起床了吗？哎呦，可以脱外套了。我们刚刚手手都贴了荧光噔噔噔指甲贴哦，然后现在我们再给它照光吸收。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个萤火虫手指头秀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吸。会有进行萤火虫秀。对，萤火虫笑的时候要等一下才会发。对，好，你先去吸光，你先去吸光，对，把它吸亮一点。再亮再。不影，谁当萤火虫？好，你我看。妈妈的萤光。哎，看不到荧光哎。萤火虫哎。萤火虫，你们动，你们动，萤火虫，你们动。妈妈的萤光。没有哎，有萤火虫了。亮亮呢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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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是睡完的吗？你们几点？好像是哦。吐司。舅妈早安。早安。还有蛋蛋。还有很多饮料，还有偷多少？来看马路，他在等你们喂他们。
嘿嘿嘿。嗨。他在等人喂。很热，等一下再出来喂。哎，真的很热哎。萤火虫哎、欸，萤火虫哎、欸，哇，这就是萤火虫。你看它的屁股，那这是一个灯还两个灯？哇，原来这就是萤火虫，长得也不像蟑螂啊。你离那么近，对不对？嗯。它要出去外面，应该是去放行李。他就这样子。你要去那边找姐姐吗？对，他最后一节有点透明透明的。哇，真会发亮的。你要跟姐姐去外面吗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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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萤火虫哎！你看你们昨天都只看到亮亮的。你们这样静静的看，很有趣吧？摸摸看哇！摸摸看，你不要把它弄死哦。嗯，它，你看它屁屁，它屁屁会发亮哦。哎，我摸到了。它现在白天不会发亮。体体，你猜它是一个灯还两个灯？嗯，一个灯哦。你看它都一直在手上爬来爬去耶，你们手谁要过来？谁手要来？这个根本没感觉，手伸出来，萤火虫啊，在它手上。对啊，它把它弄到手上。谁？看它爬到谁的手手？谁？哎呦，准是它爬到准了。看它爬到谁的手手？谁？巧巧的手手吗？不是，巧，你说来吧，来我的手手。哇，这巧巧的手手，巧，你把它用掉了，巧。哎，在哪里？飞走了。巧巧，你为什么把它甩掉？你会害怕吗？要拍木蜥耶。哎，又有一个哦。这边有一个死掉的攀木蜥，上面都是蚂蚁耶。嗯，死掉了。尾巴好长哦！哦，马来了耶！马在散步，哇，好酷哦！快点，谁要喂？哇，这里喂红萝卜，这里红萝卜在这里，谁要喂？快点喂它！啊，手手要放开哦！手手就要放开，巧，给你一只，巧来，它吃了手就哎。哦，放开，对，手手要放开。哇，好近哦，我远一点给你们喂，好酷哦。啊？就在那边喂啊？对，就在这边喂耶。我帮你拿一个，它咬就要放开哦。弟弟，它吃到就放。弟弟，它捡起来。哇，好有趣哦。捡起来。最近靠近点，爸爸。你手它吃了就放开，手手吃了就要放开哦。它咬了就放开就好，对。要不然它会把你的手手吃掉哦。而且一大桶哎。乐乐不敢喂吗？他们的牙少。你好害怕。你很害怕，真的假的？你很害怕。龙，你有看着弟弟巧巧吗？有。好。好酷哦！芝芝，你要不要来喂芝芝？芝芝要不要啊？芝芝。满了。芝芝来喂。芝芝，你喂一个啊，喂一个啦。芝芝。他要吃啊。芝芝喂一个。真的假的？去给马吃啊！可以自己拿一只，喂完它才会进去那一个。你要喂吗？喂啦！我原来这个台子是专门喂马的，所以他们等下会迁过去他们那边的。不能在他脚后面。好酷哦！他们喂完就走掉了，走回去了吗？拜拜。
拜拜。